义工朋友，他们早上八点半就来到这里了，就是帮忙排。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赞助商，如果没有赞助商的帮忙，我们是不可能可以做成这个节目了。当然最重要就是有你们的参与了。如果我们有医生没有人也是没有办法了，对不对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